动使用的，然后可折叠的梯子。哦，这是装备吗？装备在谁的身上？然后那怎么放在这边OK， 以镜的碎片来补回欠缺的部分吧，填补。没有固定它的东西不能填补，找一些能固定它的东西吧。好哦，我猜应该是文具用品之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在第二个房间，它比较没有用，对，可是它应该有放一些，对，放了胶带这可能用得着。要把胶带拿走吗？就是一定要触发剧情之后它才会跑出这些选项，不然你看我们刚才调查老半天它也没有就是拿走的意思是啊，如果以就是剧情模式来讲的话，这样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填补，嘿嘿，用镜的碎片填补了欠缺的部分，用胶带固定了，虽然有点不好看但不要紧吧。然后把这个碎片染成红色变好了，把染成红色，我又要拿什么东西去染它。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它染色，对。然后那我要想一下看拿可以拿什么东西，这个房间应该已经没有用了吧。好，还是是刚才的那一间仓库还有放可以染色的东西吗？不过我可是刚才有奇怪的东西耶，这样我们还要再回去吗？还是我可以再拿新的一把蜡烛？觉得我可以再拿新的一把蜡烛，哎，借我看不行吗？好，没关系，我们再进来看看，放着应该不再被使用的书。哦，这边根本就受嘎，他这边调查不到，可是是要这边才能调查他。他被调查的点还蛮奇怪的，然后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等一下，我可以借一下血手印吗？还是红色的染料吧。然后用这本书用镜子来反射正好呢，很可疑，我不想触碰，要拿走吗？拿走，得到红色的书，得到红色的书，那什么办法去使用它？反射了书的封面。哦，就这样而已吗？哦，它就填补起来了，就做一瞬间发光的光芒后，彩色玻璃恢复了原本的姿态，连素材也不同了。哦，它看起来就是带有希望的感觉，对不对？总之先回到玩偶的面前吧。就我们调查那么多有的没有的，结果就只是在这么近的地方这样就好吧。门的锁被解开了吗？我已经不会再被吓到哦。旁边的红色书有新的文字浮现了出来。我不再相信这个翻译组的那个什么语文的文法啦，他的翻译都超奇怪的。有观众反映说我就是照念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其实也不错，可是念起来真的是还蛮该怎么说，那个叫做文学矫治，不对，绝对不是这样讲。反正就是非常的饶舌，就都谢谢。最近的玩偶真是万能啊，这孩子在笑着呢。
他一定是很高兴啦，因为得救我，能被这样称赞的感觉也不坏。可是对方是玩偶啊，总之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吧。哦，好好好，存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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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然后是不是有点小小的累啊？嗯，好，我稍微调整一下好了。应该有好一点点，不过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lag，没关系，应该。怎么了？有某些东西，有些东西在撞门，该不会是那个？难道说，糟了，梅雨快逃！可恶，又是你吗？这只小狗狗，可恶，又来了吗？一直都不见他，还以为他已经走了。什么？那是？总之要先带梅雨逃走，跑梅雨。为什么我们逃得这么慢啊？他的速度比我们快太多了吧？是哪里？是哪里的门打开了啦？生气！我觉得我们刚才应该要存档，对不对？真的是，好。而且就是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那个快逃，我应该房间里面不会有隐藏门吧？什么？那里是？噔噔噔噔。好，没有，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来来来来呀、啊，来来来，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跟你讲。哎，好好好，你不要激动嘛，不要激动，不要激动，生气，生气。追来了吗？果然是只是故事内容吗？已经走了吗？看来他没有再追来了。哦，梅雨的脸眼睛闭上来了，哎，已经没事了，梅雨。梅雨，喂，没事吗？梅雨。哦，振作点，梅雨，这样就昏倒哦。好吧，就是看能不能趁机毛手毛脚哦。Abelson 2变化无常的景色，我都忘记这个游戏是分章节的嘞。醒来了吗？哦，超可爱的。这里是刚才打开了的房间，看来是寝室，于是便让你睡在这里。哦，是你把我搬来的吗？哦。对不起，可是我总不能有你在那边，倒在那边。哦，害羞了。不，谢谢，东空君。难得的机会，好好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可是我也有点累了。既然东空君这么说的话。哦，好贴心的男人哦，就说自己也累了。哦，这个角度也太棒了吧，有点就是无法缓过来。梅雨。什么？东空君果然很害怕吗？这里会有奇怪的东西出现。如果我说不害怕的话，那当然不是发自真心。可是现在有东空君在我身边，没事的，是吗？可是，果然没有记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是吗？理所当然的啊。其实呢，我也，哦，你也没有记忆的，嘿。怎么会？虽然只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小时候的记忆呢？即使问父母，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跟美宇是认识的，对吧？这太明显了，这个地方。可是唯一记得的就是这份记忆，应该是我自己选择自己忘记的。这只是我的直觉，没有任何的根据。可是刚失去记忆的时候，我想应该与现在的美宇一样哦，一直想要一直忘记一切，不觉得害怕吗？妈，既然是我选择忘记的话，都不会是什么好的回忆了。能记起来的话当然最好，可是如果是讨厌的记忆，我也许希望不要记起来，是吗？可是我即使失去的是令我讨厌的记忆，我仍然想记起来妈妈的事、爸爸的事、重要的人，我不想忘记他们。这样的话太奇怪哦，是吗？也是呢。那东空君，什么？离开这里之后，你愿意协助我取回记忆吗？我也会帮助东空君取回记忆的，好吗？约定好了。所以绝对要一起离开这里哦。一起离开这里，绝对。这样就随便许了承诺之类的。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与美宇谈话啊，怎么可以就是草草的了事呢？东空君为什么在这栋大宅的？你不是这个家的人吧？那个，虽然是啊，原因很复杂，很难说明给他听。不知不觉来到这栋大宅，应该是吧？东宫君其实是个奇怪的人吧？不是啊，我绝对不是什么可疑之人物之类的东西哦。虽然可能是非法入侵，但我应该是得到许可的。不，什么都没有。总之是很复杂的，果然很奇怪。对啊，就是话说这边没有存档点给我吗？就是好啊，我们就是一直聊天下去。东空君是中学生还是高校生？我是高校生啊，高校二年级生。是吗？很厉害啊。话虽如此，但感觉美宇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大。是吗？我觉得感觉小个一轮之类。如果我说东空君是高中生的话，美宇的话应该就是国中生吧。连自己的年龄也记不得吗？看来是不记得了。是吗？继续聊天。那东空君，为什么你只有一束头发是金色的？这个吗？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个部分不能染上其他颜色。我才要说这个，你不知道这个是非选的东西是挑染吗？就竟然是神奇的理由，是只有那个地方变成挑染的部分。你是指染发吗？你只染了这个部分？不，我染的是除此之外的地方哦。不，即是呢，我的头发天生是金色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束头发不能染成其他颜色。东空君是日本人吧？当然呢。可是为什么天生的头发是金色的？难道说你是混血儿？不，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金发呢，又不是患上什么病。那么你为什么染掉它，浪费你的金发哦？为什么不能翻译的？就是
比较可爱一点，好浪费头发的颜色哦，就是木是金发之类的，这就是哦，我觉得最近就是不管是那个什么少女与魔女跟 Remember 这一款游戏的反应好像都有点那么的不顺，对不对？好啦，那大家就是稍稍的见谅，因为毕竟翻译汉化组也非常非常辛苦。不过还是很想要吐槽个两下，这样，不，这个年纪就已经金发的话会吓到别人的，所以我把头发染成接近金色的茶色，是这样吗？就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金头发的东空君也不错哦，是吗？离开这里之后，我想要看看金发的东空君哦。我考虑一下，这是小情侣的对话哎。然后，梅雨，你穿的这么单薄不忍吗？现在可是冬天哦。什么？现在是冬天？冬天你穿这样也太清凉哦。现在是冬天吗？连这个也不记得了吗？即使不记得，在大寒天中只穿着连身裙四处走动，真是不可思议啊。连身裙的以外还有穿什么吗？只有内衣。害羞了，有没有看到好可爱哦？不要让我说出这般害羞的话。抱歉。不过有可能翻译组跟就是啊，有可能是中，就是大陆那边的讲话方式跟台湾的讲话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我的问题。我不觉得人的确在这栋大宅里感受不到寒冷呢。果然这里是个奇怪的地方。接下来该怎么做？我想要出发哦。哦，这个是重复了。重复的话，就可能像 IB 那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提升好感度的，对不对？说话的方式很成熟呢。你说我很像大叔吗？我只是觉得你说话的方式年龄不太符合，有点帅哦。啊，怎么了，东空君？不，什么都没有哦。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哦，好心的梅雨喜欢做料理的吗？可是我不懂做一些复杂的东西哦。能做菜已经很厉害了。我一做菜全部都会变成垃圾，是有没有毒变成黑炭之类的，所以很尊敬你哦。是吗？嘿嘿嘿。可是你还记得自己喜欢料理呢，即使没有记忆，身体还记得吗？我也不太清楚，但应该不是忘掉，可能某部分的事情还记得的呢。就是例如说你会骑脚踏车，可是如果你失去记忆还是一样会骑脚踏车，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吧。我觉得我谈话有点累了，我也觉得我不太想再继续谈下去了，然后这个地方就重复了。好，那我们就出发吧。差不多出发了，可以走路了吧。没事，出发吧。应该对面的门打开了，去那里吧。哦，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渴，喝口水。好，总觉得今天的喉咙有点不太妥当。然后这个房间有什么东西是该调查的吗？感觉就是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好，看来就是没有东西了。出发哦，这是楼上哎，哦，是这个地方。
话说，之前阿曲在调查的时候，楼上所有的门都是打不开的，就像这样。上了锁，哦，打开了，这是新的区域，对，这是新的区域。然后有没有存档点啊？有，存档。八的分歧点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分歧点，好。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就是提升好感度的话，应该会得到不一样的结局。然后这本书有本名为《新的书》，要读吗？读。关于记忆丧失，记忆丧失是记忆障碍的其中一种，主要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了这个病症。因记忆丧失而失去了记忆，总瓜分为两种。世界记忆和意识记忆。意识记忆是指计算的能力、言语能力和史实等客观的记忆。如果失去记忆的话，会令患者不会说话、不能数数目，严重的话更会令他不能行动等，会患有致命的缺陷哦。所以这个比失去的那种。哦，这种就是说本能的记忆，然后这个是只是自己有关的记忆，我是谁，他是谁，等等等等等的事件记忆。哦，索嘎纳，然后就是指生活中自己的记忆，体验各种发生过的事。如果丧失记忆事件记忆，会令患者失去自己或与其他人发生过的事的记忆，例如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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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可能是外伤或是心理因素影响的，然后头或者是心脏受的外伤，心脏受的外伤也有可能会导致记忆丧失哦。哦，真的吗？我知道如果心脏不好的话，就是情绪起伏会受到影响，就是有可能你现在很难过，然后就可能你会很不舒服，眼袋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的话，阿曲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一个于虚构故事中常见的疾病，可是因与脑部有关联，会导致生活变得相当困难，不应轻视的疾病。不管怎么样，如果失去了至今为止你的记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吧。然后这边的书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就是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对啊，就是我觉得还蛮能庆幸自己现在是这个样子，即使有可能现在的遭遇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有以前过往的经验才会造就今天的你。不管今天的好与坏，我觉得如果失去了今日的自己，我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迷茫。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要讨厌自己，就是接受现在自己，谨慎可能好的，对，然后再把那些不好的摒除掉，你一定也会变得哦更好的人。然后我就是讲一大堆废话，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亮亮的点。英文的书，好像是英文的呢。东空君，你应该看得懂吧？日本人是看不懂英文的、啊，是吗？你不是有学习的吗？真是问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啊！我可不是没有用心学习哦。标题的话，我懂哦。那么就是，Alice Adventure in 阿丽丝梦游仙境吗？是阿丽丝梦游仙境，的确是这个故事的说。话说你怎么可以就是这样说日本人，就是全部的人都是不会日文的？虽然他的就是平均值好像不是那么。没有那么高，可是有可能人家还是有很厉害的人存在啊。的确，这个故事是说一位女孩子为了寻找白色兔子而跑进一个不可思议的王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和现在的我们有点相似呢。是呢，假若
现在所发生的事像那个故事一样全部都是梦好了。是呢，可是我能够在这里与东空君相遇，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哦。即使是在这种奇怪的地方能与东空君相遇，这是一个偶然，一定有它的意义的。大家有就是听过一切的事情都是必然而非偶然这句话吗？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即使如此，对我来说东空君一定是特别的人，所以谢谢你东空君。这些话应该是离开这里才说的啊。走吧。我觉得我的卷舌音还是一直想的非常非常的不好。大家就是听了最近的实况的话，就会发现我一直不停的在矫正自己的讲法。然后我与梅雨在这个地方相遇，一定有它的意义吗？一定有，就是有关于你小时候丧失记忆的事情。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没有意义了吗？好吧，就存档之后就走了。哎，门紧闭着，被锁住，怎么会？怎么办？强行打开啊！真的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然后那只狼，我猜说有可能是那只狼，结果不是。你们也太坏了吧！你们凭什么给我动啊？你们不是书柜吗？书柜而已，嚣张个什么啊？好啦，你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调查一下四周啊。这样的话是成何体统啊！你们这些家伙。然后哦，一封信哎，有信一般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刚才好像没有啊，看它，整理八个心，绝对不能放在错误的地方。八个心，哪来的八个心？先存一下档。然后你要给我八个心吗？还是？心放在哪里？放在书里面吗？感觉就不是，快速的带过好吗？放弃心哦，八个心，有没有亮亮的提示？我懒得一个一个调查，仔细一看。每一个类别的书架中都放有一本没有关联的书，就是要我整理他们吗？好啊，园艺的书，其中有一本名为欢喜的书混在里面，爱情、智慧、隔板、悲伤、憎恨，这些都是情绪的字眼哦，是这种小柜子对不对？愤怒，然后喜悦、欲望，然后他说故事的隔板，智慧的隔板。应该就没有了吧？我们现在总共有几本书啊？我们总共有七本，我们还少一本，再找找能放书的地方。还有一本去哪里了？这一本吗？拿走就知道。智慧哦，智慧的话。先把存一下档。现在存档的话可能会卡关，一样存档啊。所以它是提示你就是要存别的档案。
然后其实还蛮人道的。智慧哦，智慧的话，我们放一下。上面有那个就是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悲伤，技术因不幸意外，因恋人分离的故事。然后偏激技术，记述着世界的历史，讲述与家人度过温暖日常的书。人类创造物喜悦的书，所以这有点分是小说跟那种比较是工具类的东西，像历史书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个放在这里放进去。然后享受日常，人类创造物件喜悦的书放进去，然后是，我觉得应该会各放四个吧。动物的观点来批评人类破坏自然行动为的故事，故事，故事。他有讲是故事然后，记录丧失记忆之外，还有脑疾病、精神论等东西放进去，啊，有点稍稍的困难。然后支配人类欲望的方法。方法不太像是故事，对不对？那我们把欲望放进去，然后剩下的都放在这里。好，笔记本不能放，我接干嘛？好，放进愤怒，放进欢喜，放进悲伤，放进爱情，嘟嘟嘟嘟嘟，这样应该就可以出去了。吧，打不开。你们很坏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你们还是只有给我这个最后一集。好啦，我觉得我今天的实况就要录到这边了，我有点生气。好啦，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咯。一样，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可以在下方评论板或者是在脸书专页留言给我，我会再做改进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一样下一集再见了，See you next time， 拜拜。